恩典365，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。我要进入到菲拉铁菲的教会，是我一个非常感恩的教会。我很喜欢读启示录的七间教会，启示录第二章、第三章，我常常读，是因为每一次读，我都在里面找我自己。我们还是说，这七间教会不是指的当年的教会，也指的是今天的教会。讲的不是一个基督徒的团体组织，而是讲的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。在这里面，我在看我自己生命的光景。之前我们讲撒底教会，每次读到那里都很挫折，因为那个教会在神的眼中一无是处。但是进到菲拉铁菲，就有一个很深的感恩。这个教会不是什么都非常多的教会，它是略有一点，略有一点恩赐，略有一点能力，略有一点资源，都是一点一点一点。但是这个教会在神的眼中却是很丰富。什么的丰富呢？爱的丰富。因为菲拉铁菲就是爱弟兄的意思。这个教会是一个充满爱的教会，而在这个充满爱的教会里面，神给他们很多的都不是提醒责备要他悔改，而是我怎么奖赏你。哇，这是多大的一个恩典呢？我读给你听，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说，看哪，我在你面前给你开一个敞开的门，是无人能关的。你不管做什么，神为你开门，这是多大的一个恩典呢？神为什么能够为你开门？因为神是这样的一位神。在这个菲拉铁菲的教会里面，前面讲到说，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呢？我读给你听，他说，那拿着大卫的钥匙，钥匙在神的手上，他开了就没有人能够关，他关了就没有人能够开的这一位独一的真神，他说，我为你开门，因为钥匙在他手上。你知道这是多大的一个恩典吗？教会要办布道会，如果神不动工，你就是白忙一场。你再有恩赐，你再有能力，教会要宣教，如果主不动工，主不给你开门，你再努力你也进不去，你知道吗？因为钥匙在神的手中，神开了你再进去，你所做的一切都有价值。神没有开，你就是白忙一场。主对这个教会讲说，你做的工我替你开门，所以你不会做白工。为什么不会做白工？因为主看到你的努力，主看到你的能力，主看到你的恩赐，都不是，因为主看见这个教会的爱。当我们活在爱中的时候，神给我们一个恩典，就是他为我们开门，你所做的尽都顺利，因为钥匙在神的手中。反过来呢，会不会有很多的时候，我的教会、你的教会是，我们很认真的做，很努力的做，拼命的构思，拼命的运作，拼命，我们做了很多，但是最后发现就是白忙一场。做了很久，临门一脚开不开，打不开，预备了很多进不去。为什么？钥匙没有打开。钥匙在哪里？钥匙不在教会的手上，钥匙在神的手中。他不开门，我们就是白忙一场。为什么不开门呢？你说，主啊，我们这么努力，主啊，我们预备了这么多，主啊，我们筹划了这么久，为什么到最后结果是这样？要不要回过头来看，是不是因为主说，孩子啊，我要的不是你们的努力，不是你们的能力，我要的更不是你们的资源，因为那些都在神的手中。主向我们要的是，他在我们中间找不找得到爱呢？这才是最大的诫命。爱神，也因为爱神的缘故，爱弟兄。我求主施恩。如果你常常觉得，我就是那个努力了半天，总是白忙一场，在工作上很努力，最后白忙一场，好像就是没有祝福。在婚姻、在家庭、在儿女、在服事，在每一个层面，当你体会到说，我为什么常常就是那个白忙一场的时候，你要不要回头说，主啊，今天透过菲拉铁菲教会，你是不是在提醒我，我要找回来的不是更多的努力，而是更深的爱弟兄。愿今天主对你我的心说话。
去使我们便有所得。